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陈老师啊，又是来到了每周更新跑跑卡丁车手游的时间。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期，我们是带来这个银月剑这辆车啊。那么这个车的话，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可以在商城呢免费的用金币啊，38万8888可以买到永久。而且这个银月剑呢，陈老师我是特地给它配上了月系这个车手啊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水炸弹是冰冻水炸弹啊，这个冰冻水炸弹呢持续的时间能非常非常久。这一期这个宠物咱们还是用这个黄金鸡鸡啊，黄金鸡鸡，黄金字啊，我们这边字叫鸡鸡啊，这个比较可爱一点。好的，还是给大家打这个排位赛啊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啊。好的，我们进入游戏啊。那么进地图的环节，陈老师我什么都没进啊，我觉得我什么地图都可以啊，其他随机啊。那是什么地图呢？龙之路，我靠，三星地图啊，这个地图还是有点难度的啊。因为这个地图我碰到的情况比较少。是吧？所以说我这个地图打的比较少，有近道，但有的时候我会走远道，我也不管了啊。咱们银月剑这个车呢，咱们这个只要是剑啊，只要是剑，咱们都是踩在上面的，踩在上面的啊。好的，我们还是用我们的黄金鸡鸡当宠物啊。好，这边还有个雪球车，哇，这什么车呀？这个车都是，里面哎，我们还有个分间，旁边还有个分间车，这个也是车，我操，笑死了。好，这一波直接加速啊。哎呦我靠我靠我靠，都那么快。好，这边有个路障啊，有个路障，放了个路障，导弹瞄一颗小火鸡，咱们去吃一个道具啊。这一波有个护盾。好，这一波我走的稍微有点远啊，我们现在是暂时是领先，这一波放个护盾 nice 啊，非常完美啊，我们这个银月剑。哎呦，好，还好我按了这个刹车啊，刹车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吃不到道具了，哎，为什么中间这边是没有道具啊，有点难受。哎，完了，哎呦，一颗导弹，哎呀我靠，难受啊。咱们是踩着这个银月剑，好，这边吃个道具，直接加速冲一波啊！你看加速的时候，它旁边还有四个小剑，这个就是这个车，哎，又没吃到道具啊！就这个车的话，就是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加速特效，但是一个什么呢？但是我吃不到道具，我吃不到的，总算是吃到了。好，香蕉不是磁铁，吸一波啊，吸一波，这一波再吃一个，哎呀，又吃不到，这帮人真的是。有人用了这个黄金磁铁是吧？好，他们是有一个鬼头是吧？好，这一波又是一个加，哎呦，磁铁吸不到了，吸不到没关系，我们加速加一下。有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我有个冰冻水蚊子，这个车最大特点就是冰冻水蚊子非常非常的厉害。好，咱们拿着这个冰冻水蚊子啊，继续啊，继续。好，这一波的话就稳了是吧？啊，对，好好，哎呦，还好，这一波陈老师守住了这个冰冻水蚊子，我得留着是不是？好，再守一下，守一波啊，没毛病。哎，好，来过来的话就给你个冰冻水蚊子，小伙子攻击成功是不是？这波加速，陈老师勇夺。天使，哎，加速，哎，打他，漂亮，牛逼，哈哈，太欢乐了，这一期逆风翻盘，笑死了我，快，太不容易。你看这个分界还乖乖的站在我后面，这个分界头上顶了一个黄金鸡鸡啊，黄金鸡鸡，你看这个分界还非常的高兴是吧？好，我看是不是好逆风翻盘，大家看到没有，多么牛逼啊是吧？啊，是吧？看一下我是不是全队的 MVP， 我觉得我应该是的。哎 ，MVP 是不是我们分界啊？啊，不是我啊，是谁啊？是这个超纲是哪个？哦，那踩这个车是吧？好的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